又来到我们盘后的节目《与钱同行》选股真功夫哦。那今天大盘呈现是个下跌，当然是一定要跌，23000那边难免有点震荡哦。这是给你一个机会，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下跌不可怕，因为有时候下跌真的看得出什么谁的股票真的强到也会惊死人哦。那个新复星，你自己看，亚马逊昨天当然是它的股价飙涨啊，创了历史新高嘛，所以。台湾的相关概念，我说网通今天也特别的强。实际上，下跌有什么好可怕？股票还是会涨的就可以啦。所以今天大盘是跌了81点啊。所以接下来怎么开始操作？明天持续跟着我就对，跟着曾经帮你规划过新复星的人，那你可以点到就涨的人就可以。好，帮我哈，今天难得，今天有点时间，所以我就把我准备一份资料哈。今天记事本有资料，你不常说老师你的 at 怎么都没有给我们资料？我说给你资料那只是给你资料，又不是要给你赚钱的哦。那你当然喜欢收集一些资料的话，可以。今天我要送一档低价潜力股给大家啊。那哪个地方可以进场哦？那持续等待，反正我送你的股票当然嘛都是有一些潜力的。那这些股票的话，今天记事本上有资料，如果你想要哦，赶快第一个先加我们 Light 哈 ，Light 先加入啊、哦。那你要赚钱的还是一样，分两边，一定要打0800-370-888，就才会有新复星可以赚哈、哦。那涨真的，那如果你只是要选哪一些股票、哦、了解一下，免费赠送，我说送就送。今日记事本有一档资料还不错。而且我觉得还是一档低价潜力股，就30几块而已。欢迎你哈，欢迎你喜欢低价股的哈，你就去拿哈。这张股票的话，我也不小心哈，会跟新复星一样涨到100块。想当初新复星我在讲的时候才30几块而已，今年的年初。所以今天特别选中一档，在大盘下跌的过程里面，告诉你大盘跌，有些股票还买不到，而且会涨就可以了。好，接着今天的新闻主要是跟这个有关系。童子贤今天就是讲了一句话，说绿能产业还可以成长4到5倍哦，那这就很重要。绿电夯嘛，所以业者乐到估什么？只要有售电哦，就是电可以售电的，像是我们台电一样啊，就是收我们的电费一样，售电的哦，会有未来会有倍数成长，而且绿能产业这个地方还有4到5倍的空间。所以当然今天第一档股票啊。哦，我们在这两天跟大家谈的就是电力概念股的话，当然都大家最强的就什么，就是你认识它的啊，这本月份涨了快1倍啦、啊，你要买也买不到了哈。那接着当然还是会跟着会跟大家介绍很多一些云豹啊哈。那当然云豹以外也不止，还有今天国硕也很强啦。那和硕董事长告诉你说4到5倍的空间，成长空间，所以 AI 的热潮会推升什么？用电需求电力概念股当然强势会持续的，今天还是比较表态，所以一样啊，大盘跌股票会涨就好，连国硕也涨停板，这么低价的股你还买不到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代表这个区块一样，在大盘跌跟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买到主流，一样是这个道理。好，那这样今天下盘的跌是给你再次机会买到未来的主流。如果你可以想要赚涨停板赚钱的人，那这个电话你是比好好的保，就要进财专线。好，进财专线。那接着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好，国硕这档股票未来怎么样？未来还会涨，未来还会涨，就怕它明天持续涨停板。今天是开低走高，直接涨停板，明天会不会涨停？我觉得机会很大，好，基本大。2406国硕，它已经也是该发动了。也该发动了哈，所以常常股票整理这么久的时间，1至3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，一旦发动的那是没有回头路的。所以低价潜力股你一定要有耐心等待它哈。今天包括再送这一档低价潜力股，未来我想它未来当然不输啊，怎么会我的股票当当那么强势，当当涨哈？但是别人说，哎，老师怎么一个月还没涨哈？那我怎么知道啊？运气好，明天涨停板的话。那也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反正我是把它选出来给大家而已哈。那会不会跟明天会跟国硕一样涨停板？那你今天就去笔记本拿。我也祝福你哈，一定也祝福你，机会相当大哈，机会相当大，机会未来机会相当大。明天会不会有机会？明天我认为国硕比较有机会哈，国硕会涨停板，但是国硕买不买得到？那我怎么摘啊哈？我们有机会
带大家在做切入的动作，但目前的话它进行涨停板。如果你买到25块的，买到低档开盘的时候，今天大盘是跌的嘛，那开盘你买到什么？大盘今天开盘跌，收盘也跌啊，但是它是什么？它是一价到底，持续很早要锁涨停板。当然跟童子贤所讲话有关系，说因为绿电的产业将来成长的幅度非常非常大，到4-5成。所以国硕还有跟谁有关系？当然跟这云豹有关系。云豹它已经涨了，今年涨了，这个月涨了一倍嘛，还没像云豹一样的股票，在这边位置的股票，当然它可以的话持续涨上去的话，未来这都是什么绿电产业本身哈，现在能源哈，那云豹能源它本身也是有售电的哈，也是有收电价的，未来都有哈，所以这个股票这个月这么亮眼，那也代表说这是一个趋势主流的开始。那这里面的股票有相当多哈，慢慢来，不用急。国硕这边也开始可以注意了哈，国硕哈，那接着那国硕的子公司就是谁？云豹能源可以涨这么多哈，那当然它的产业面我跟大家在讲的很清楚的，再生能源的服务平台这个区块哈，你多少一定要自己去上网去留意一下。那跟着我的话，云豹已经涨一倍了。那说这本月份的行情的话，只要你选了云豹的话，哇，这个月行情就才22,000-21,000，你还是可以赚一倍。那如果你没选到云豹的人，这档股票哈，那就当然是赚比较少一点，但有一档股票就跟你讲硕和哈，它是它国硕哈的子公司硕和，这张股票本身的话，在4月份的营收就已经年增了2.5倍，这未来一定很有潜力的嘛，也是一档潜力股。那可是它没有什么低档区，今天虽然是大盘不太好哈，它有来到152.5。如果从我前两天买到131块到今天，总共一张赚20块，10张赚20万，所以说。到下跌的时候还是什么，你一样就是方向对，你的股票根本不用去管理会大盘跌或涨，它就是会涨，它就是会涨。那今天当它收盘的时候收在哪里？好，我希望明天，这是我今天写的啦，因为它还有个转单，那个之前美国不是调高了一个关税吗，跟大陆啊，所以它太阳能一定有转单效应啊。那3691的可以在哪里？当然131这边买到了，那接着我们这边还要再做进场的动作，131绝对买不到了，好，买不到。但这个地方在哪里？明天希望请早，因为我曾经在昨天这边有节目上特别跟大家交代，他开今天开盘如果不小心开高147正式站上去，而且开盘就没有开147啊，所以收盘收在144-145那边应该的，这是给你机会，不要看错了，不要走错方向，这种股票都是对的方向。云豹都可以涨一倍，博硕都可以涨停板，那硕和这是这个我们还只有给青跟特别会员，因为什么股价高而且筹码比较安定一点，那硕和未来131进场的一个硕和会怎么样？我常常买131的股票，有不小心就大涨到200-300块，会不会它有这个机会？机会相当的大哈，你不要这个地方去预设立场。最好那时候在6月14号的时候，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太阳能电池准备要喷出了。那它从131这个地方开始，到今天也多20块了。包括这两天6月25号，我们还是跟我们的会员讲，再买就对了。6月25号，今天是6月27号，才2天，所以。买的好不如买的巧，好，所以我们什么叫点到就会涨哦，好，点到就会涨啊，这不是点到涨，所以买那个现在股票最重要的是在买卖点啦，好，那运气不错，131跟你讲的位置都是长什么印证给你看啊，推也推不倒的点位的不倒翁，这个地方你买的人都有福。那接着第二个黄金买点在哪里？如果你想知道，那你就来赚钱，0800-3788。如果你不想知道，就不要打电话进来哈、哦。这个地方，反正你不想赚钱，就不用打电话进来。说老师，我都每天都想赚钱，可是我看你没有，你只想拿资料而已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今天我送你这样资料，不小心会不会有这个机会跟国硕一样？因为今天国硕很强，但很多人问老师看不在买啊，就涨停买要怎么买啦？啊，我买硕和好不好？硕和13也不来啊，所以。尽量低接了哈，但是硕和我认为这个涨股票的未来哈，
不可小觑就对了，因为这是一个趋势的方向，4倍到5倍，不是一倍，成长的幅度4到5倍，童子贤讲的哦。那我们来讲一下，涨个1倍2倍，所以为什么云豹可以涨一倍？那跟这有关系吗？那硕禾涨多少？好好看，应该说硕禾跌多少？它这一次还跌到100，应该最低是118块，它跌多少？都连涨都还没涨到，那118块，如果不小心，我们给它涨个一倍，那这哇，那这个涨倍数股了，而且现在今年的股票常常都是涨起来，不是3个月，都是1个月就好了。哎，不要忘记它是个小股本了，9.1亿哈，9.1亿，所以我们给自己一点哈时间，但是不要追高杀低，因为毕竟我给你的股票都是比较筹码安定，法人都还没有买的哈。你可以领先法人去做买进，那常常因为法人没有买，所以它不会咻，不会很快的上涨哈，不会跟新复星一样啪就很快上涨。但等到它买上去的时候，你就只有追高，所以你不想追高就尽量低接。好，像这样子，我们就给你真实印证，而且我们的扣运就这么简单。你老师的扣运怎么样？你自己比较一下。这种扣运才是你要写一大串，不知道写什么蛙哥哈，写什么东西？很多人跟我们老师在写的股票都看不懂，他叫我买进还是卖出？简单明了，买就买啊，卖就卖啊。好，那这是我就跟大家印证了，到现在硕禾到今天还是一样，好，还是涨在，还是收红的，还是逆势收红的。啊，也替你手上有能源概念股的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。当然，你可以拿来做解释。那个绿电概念股，它的很庞大，今天有茂迪什么都涨停板，但我都不喜欢它哈。我最喜欢的股票，好，会让你涨1倍2倍，而且永远不会回去的股票，这才是你要的嘛。所以你要的是大菜开大门走正的股票，也欢迎这个地方大家利用这个电话跟我们做个联系，0800-370-8888。那当然加 Light 的投资朋友的好朋友和粉，今天我有时间哈，也特别准备一份资料跟大家好礼相送，欢迎你去记事本里面拿资料，我已经写好，已经请你自行去记事本里面拿资料哈。那如果是对这张股票有兴趣，无处不约哈，第一个你可以长期去观察，第二个不小心好，明天会不小心法人会不会做进场啊？我们怎样？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那当然，接下来还有什么题材？因为今天跌嘛，题材很多。暑假一定是有宅基金概念股啊。宅基金概念股的话，当然今天看网龙嘛，哈，这张股票是暑假来临的。这张股票说实在会飙也会飙，闷死你也可以闷死你一整年哈。那每次到暑假多少总要有个表现一下啊。时间到了，今天就开高走高涨停板，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它一个另外一个启动点，紧哈。突破前高涨得快嘛，哈，所以回撤在这个附近哦，就没看。今天就，所以明天这个地方可以特别留意一下，54.5啊，我也在留意中哈。那所以说今天涨停板，如果你手上有，恭喜你，因为新游戏里面还有漂流幻奖幻境 M 哈，暑期正式登场，哎，价位蛮便宜，网龙哎飙起来飙，也是股本一小股本8.6亿，所以常常。我常跟你讲说，我们台湾的题材太多了，太丰富了，你有时候跟不上很多的一些之前的很多很多 AI 的啊，包括很多人很羡慕，说今天还有很多人问我说，老师你以前有当亚翔可不在吗？我买干嘛？因为也2-300块了哈，对不对？就像今天还有人问我说，老师那光盛可不可以买？我说今天都已经被警示，你要买什么？20分钟分盘的，但毕竟它都不会跌。所以我常创造很多机会给大家。那现在告诉你个这个暑假暑期的概念股里面，网龙这张股票机会来了哈，机会来了，请大家务必好好的哈，这个要留意一下你手上股票，还有这张股票的话，哎，有需要询问的，侯林蒙呢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了。那接着还有个智冠，这是这家好公司，蛮会赚钱。网龙为智冠的子公司哈。那智冠是比较稳定一点，那游戏包括它有第三方支付，还有资安。那目前是152块，这个地方还没有正式过哈，还在低档区，它比较温和一点。但指标只要网龙涨，智冠应该哈，你不要追高，这种股票不要追高哈，不用追高杀低，它也会跟得上来，因为它是它子公司。好，跟大家做个报告。好，那接着看到智冠的话，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题材给大家都是一些很新的一些观念，你要
灯滚，所以有些时候时间到，比方说它有季节性的股票会出现啊，你要开始跟上啊，那这样你才不会，才会可以成为什么，不会跟成常跟钱擦边而过，钱在哪一个地方来苦急，你就要往那边去跑。好，那星象当然是这边是所有星象，但是星象真的是很多投资者，真的，我跟你讲星象很便宜的时候就跟你讲的，现在已经来到1335块。那当然，这游戏股的股王啊，只要它持续涨的话，那很多尤其是网龙啊这些股票哦，都跟着会上来。那它股票还有高毛利的博弈游戏为主，这样股票跟你讲了很早，啊，实在是很多投资朋友那时候就讲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久？有眼光才看看懂未来的方向呢、啊。你看现在这个地方992块到1330，这股票越涨越灵药哦。它主要是高毛利的博弈游戏组为主，而且它本来就是股王，游戏股的股王，在带动之下，游戏股的确有一片天已经来了哈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留意一下，你手上如果还有套牢的一些游戏股，这个地方我认为你不用，你可以把它打电话进来哈，跟我们一起做个操作。那它也有导入 AI 技术，协助美术及程式设计研发效率已经一直在提升哈。而且当股票是我们的股王，游戏股的股王，也是千金股，那当然这地方我们一定嘛，看它的股价今天有跌吗？今天大盘跌，它没有啊，它还收高高，还飞高高，又再创新高了，所以啊，你要买这种股票，要早知道，还是那句话，不要等到涨上来之后你才说哦，这地方可以买吗？或不能买？实际上，这一档股票实际上的上涨都是有钱的股票，当然是一定要买的。哦，一定要买的，只要它持续在创新高，游戏股这边当然才会有，哦，中低价股这个地方就会跟着上去，但最好还是星象要注意哈、哦。好，那星象以外还有一档，就是之前也是没人要，均热片的建策，在散热当红的股票哈、哦，已经轮到建策了，那前景是乐观，建策散热产品这个地方比是占60%以上，在。从去年我一直跟你讲，散热真正的在全世界占有非常重要地位是建策，但建策偏偏都没什么涨到，你看今天一涨到一飞冲天，也是千金股了哈。所以哈，你要买好股票再来找我。所以说，在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股票，它未来会跟建策一样，你要早知道，包括你要买还要敢加嘛。那今年的营运都是乐观的均。所以今年的散热都很热嘛，那现在轮到谁？现在真的散热最热，不是旗宏哦，不是双宏，已经轮到建策，所以股价会有轮涨轮动的关系。所以像投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，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。那当然，有些股票也不要一直频频追高，有这个地方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成本。跟法人的成本是比它高或比它低，好，这个地方很重要。如果你不知道，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打电话进来。如果我知道，我可以跟你做个分享。哦，你看哇，这张股票真的是很漂亮哈，那1175了哈，1175最高来到1175了。那时6-700块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建策是，我就跟你讲，这张股票一定所有的散热要涨，它一定不会缺席的。果然它中的没有缺席啊。那今天领先创新高，所以散热吗？有没有结束？没有结束嘛，只是涨多了休息，轮到真正的股王开始创新高。好，所以要注意现在的行情是有在变化的。所以如果喜欢操作一些股票，买那乏人问津处，那包括未来会成为主流的，当然是买跌的。像建策之前地位哪有奇隆来的好、啊？现在呢？现在不可小觑、哦，而且你看一下，今天来的还在来到1175。领先创新高，大盘今天是领先，不止23000说不会过，而且收盘还跌了80几点，哦，80几点也是跌的啊，啊跌什么？跌那些已经涨完的股票啊，当涨一些，那还是有股票涨啊，所以下跌有什么关系？有股票会涨就好了。啊，这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，最少会来到哦，这个都不用讲，这以前都跟你分享过，就现在你想买925块。对了，应该这样讲，925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
这个地方我也蛮有兴趣的哈，这个就分享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们底部的时候跟你讲过的是693700块的时候，哇，它一路涨到现在925块，我们也是还是认为看好它，一过来来到1000多块，1175了，那接着怎么样持续涨不停，就怕它不跌。好，我们那台跟你讲说千金股的候选人之一样，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千金股的候选人。来帮我打开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呢，接着就什么持续创新高涨不停，它也是散热的股王啊，对，也是啊。那美超微的供应链中，辉达也是有认证中，哦，有认证中。这是美超微的供应跟，所以你看跟有时候我们在台股的一些涨的股票，实际上很多，就像今天很多人问我说，亚马逊到底跟台股跟网通最有关系的，但是实际上说差不多都有一点小关系啊，都有一点关系。辉达认证啊，辉达跟很多辉达认证的股票跟美超微有关系啊，哦，所以台湾的确是一个宝岛，而且是有很大一片天，还很多公司值得你勇敢的做买进，因为我们的本益比实在太低了。好，这就是之前跟你讲说伺服器成长散热是不会缺席哈，我们今年一直持续跟你讲到700多块，现在多少钱？股票会涨啊，不要怕时间，就怕你的股票买了三个月、半个月、半年还是这边如如不动。那现在不管怎么样，这张股票建策也的确在今天大盘就算回档做修正，它持续还是什么？还是飞高高？还有这样，疫情也是散热，现在今天也蛮强的。想当初我们来买59块，那股价涨不停，再创高的股票，今天已经散热还是很强，但是已经换人，已经在轮涨轮动的关系。今天一拳进来也非常的强，那强要不要追？我只告诉你说，你敢不敢买在那些相对底部的时候啦？我们怎么买的？我们怎么买的？我买给你看啊，全收啦，不是用剩全收了，还要讲什么？啊，现在今天涨到哪里？应该138块吧，涨停板了。对啊，100块跟你讲啊，好，这都是持续从底部一步一脚印跟你讲上来，68.3。所以说你跟不上，我会让你跟上。但是当你跟不上的时候，有些好的股票你没有艺高人胆大。带你做切入，实际上你也惊啊，因为的确底部的股票法人会把你洗出去，当在涨的时候还一直买，你永远都要追高。但是如果你可以跟他共襄盛举，也要有一个早知道的人 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。好，接着散热的一拳，那时候买在87块左右而已，多少人当冲啊，把它卖掉，但是看个人，像我也不是说我们这样会员或是投资朋友这样不对，因为有些人很喜欢做当冲，啊，当冲也是有个好处啊，你最好你有热钱永远在手上啊。但常常这种股票一卖掉之后，你没有留个几一点，留有几张，你到现在永远都买不回87块。而且我们讲这一拳的时候更早，是在68.6左右，70块不到就给你暗示过，有一档股票哦，会让你。会让你，我不是那时候跟你讲过成名店吗？明日之星吗？我而后又跟你讲一档一拳啊，两档股票都是一样涨，速度快跟慢而已。像我那时都有按很多股票给大家，散热的一拳也是我们直接跟我们全，而且是全体会员全通有87块就买进的散热的，很清楚、简单明了。你看这种 call in 不是最清楚，你买就对啦。买就对了，你就会赚钱。5月23号你买就对了，到现在没多久的时间，它还涨不停，而且它曾经在4月底的时候，还有一个要大涨之前，又被法人嘛吓了一跳。你是不是有我在那边惊？我与你同行啊，它那个还跌破了。我就告诉你，它跟工研院本身有合作哈，均热片也获得辉达的订单，所以那时候我选它就这个原因嘛。没想到他还有个低档区在4月22号，那时候我们跟他这个新闻发布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来到4月22号，他已经来到72块，也到现在还是很便宜啊。因为你现在看到现在100多块了，130几块了，哦，现在已经所以68.3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尼德科操作的下一档，买了就短跳短套，我说短套没有关系，但是短套的股票你会怎么样？你也叹气啊，
啊，所以跟我同行，你最安全，最赚钱。而且在最早期的时候，还有贺康哈，那个刚参加会员的时候，哎，要老师特别清代一下59块，不是很好，这都是要感谢老师。不会，老师还好啦，我说还好啦，他说这都要感谢我，这也还好。我觉得我这人说是有机遇，所以你现在来这边，只要是股票在底部的股票，你愿意给我机会，我当然一定会愿意让你赚钱啊。再次回到59块这个地方，你会不会嫌它太？哎呀，好可惜哦！我就算借钱来把它多买一点，对不对？可惜它现在已经涨上去了哈，但没有关系，未来还有机会。像今天的光通讯股哈，本身的话，实际上跟亚马逊有关系的股票也很多，都可以让你大家看到未来还有一片天哈。因为细光子是所有，因为伺服器跟机器训练需要用很大量的一个。就资料的一个传输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所以它面临有两个问题，一个传输速度会太快，是晶片温度会过高，所以要用光纤光一光，好光的哈，去取代那个铜线，所以这个光通讯未来这个细光子这个区块都是为了，也是跟散热有关系，为了处理资料速度快速，它所要转型哈，包括提升它的效能。所以细光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想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那光盛不用讲，哎，光盛买在131块，跟我进来买的硕和一样，130，会不小心，光盛涨到今天已经来到，哎呦，哎，被20分钟分盘，大概346块，真的是超厉害。你看你那时买了131块，赚几倍？你看一张赚213块。分盘还不愿意跌，所以跟大盘跌有什么关系？你的股票一样会涨就好了。所以逆势大涨的股票再创新高，今天好多股票，所以今天大盘跌，你的股票会创新高就好了。那会不小心以后的硕和跟光盛一样，机会当然很大。131好数字，这个数字对我来讲是好数字。1313是再次机会给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也必喝雅郎，好，好。那光盛当然是越来越可怕，当然现在不止可怕，哇，300了，现在不止300，都快400了。那为什么也？因为已经跟大家讲，这个是没有，这是一个传输速度哈，一定要用光纤去代替的。所以为什么它可以涨到惊死人哈？所以它会涨得没完没了，没有结束。好，这是之前我们早期也是拿印证，这是会员，你来的时候最好留下 LINE 哈。特别会员都会有 LINE 啦，我会特别给你通知一下一两档黑马股。好，那这个股票都已经涨到这个地方来啦，然后现在接着怎么办？好，就我们之前的资料还有新复星你也看到了，新复星又再一次成为，今天他只赚了 0.35 五月份，但是再一次成为什么市场上的焦点，哇，点到就。不止涨，是涨停板，新复星也是光通讯的，这都是之前30几块跟你讲的啦，30几块跟你讲上来股票，所以未来还有什么股票，好，不要以为这是运气，实在很多股票是我们的团队很努力的跟你做规划，你看那个新闻都在后面呢、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别人早知道，好，他有 WiFi 7，包括 5G 记忆台，这之前都跟你讲，不现在，好，那今天果然也如市场上所愿，哈，亚马逊飙历史新高，当然他也不啰嗦，直接给他锁个涨停板了，哈。所以这就是选股的方向，你要先摆中间，不要看大盘涨跟跌，那没有用，那没有意涵的。啊，连续2只涨停板，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如果你是要新日新的，哈，新复星的，还有包括这时候之前也之前，我想大家看到很多，我们都不要。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河粉你要知道什么，你要什么呢？就是要什么，你的老师的股票很准嘛，那要准的话就请你务必获利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打电话进来，这个电话就是你的发来专件0800-30888。那这个今天除了我们要带你获利，因为今天很多股票大盘虽然跌，但我有很多股票我都跟我说根本就还在创历史新高的涨停板的，以前都跟你分享过了，
所以今天一样要分享一档股票给你，今日是一本有资料送一档低价潜力股，那也欢迎你自咨询去交 Lite， 在记事本里面拿我送给你的资料。那你要获利，在最好的方法还是打电话进来，因为这个样子会我们在跟金钱赛跑比速度，一天过一天很快了，半年过了，所以今年还没有赚到钱的很多人没关系，还有半年的时间，你要好好的把握，你一样可以一档股票改变你的一生。好，一档胜你手上十档，看本月份的云豹不是就涨这么吓死人吗？包括新复星今年的三十几块新复星涨到现在都在涨。所以如果喜欢我们这种规划的方式，可以领先报章媒体，领先法人，你喜欢的话，那欢迎你把你的股票交给我们，然后直接来电就对了，0800-3788。再次跟大家做个分享哈，喝咖来倒酒吧。那祝福大家明天操作顺利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跌宕起伏的投资市场，你总是被割韭菜吗？选股操作的过程中，总是追涨杀跌，挑错标的。在股票市场中，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。获利是我们的目标，涨停是我们的期望。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，跟着强势股赚一波，让股市霸王花和怀真带着您与钱同行。